喂，買鋪要買得鋪，哇！呢位先生買得好過啊！講緊2021年嘅11月24號星期三晏晝嘅5:33，但係睇嗰間鋪喺尖沙咀呢個金馬倫道咧，同埋呢個彌敦道交界道嘅位置嘅時候咧，就成交咗4750萬。講講下抄牌啊，你要喐架車先啦。系影影下突然间抄牌，总之 anyway 呢一个铺头咧，我首先指住呢个位置嘅时候，就呢个系市传啦。总之就系呢个新买家叫做呢个刘家信啊。刘家信就最近买咗呢个嘅上水嘅新康街，就阿龙峰药房嗰位咧。anyway 转个圈先，呢、這个就嚟敦道啦，人系往你知啦。咁啊对面就清真寺啦。咁啊再转翻过嚟嘅时候咧，就呢一个嘅呢、這个港铁站啦，尖沙咀咧就呢个位。我首先指住呢度，望望楼上。咁啊咧，你呢度嘅时候就超过王位啦，唔使讲嘢。个位置咁啊旺嘅，就外面就旺，但系呢个就啱啱好就叫做难安难死咗，但系叫做尖沙咀最核心最核心嘅位置，你想点啊？几千万公仔冇啊，冇呢啲咁嘅货色啊！定住面俾你睇真啲，我读啲基本资料你听先，就讲紧系呢个嘅弥敦道80号呢个金联大厦地下 E 铺啦，上面积430尺啦，咁啊呢度啦呢个位置，咁啊讲紧系注册成交咗4750万坚噶啦，原本业主2007年嘅时候咧就用呢个3980万买入，叫做险赚啊，咁啊之后就个就呢个位嘅时候咧就注册成交咗噶啦。買家咧市傳咧就係呢個叫做劉家信，佢就最近咧用咗6738萬買咗啊謝少海啦上水新康街嗰個龍峰藥房嗰鋪，而家睇到周圍有好多人嘅啦，呢、這個靚位嚟唔使講嘢啦。咁啊呢個係好開陽，好睇到，即係唔係開陽啦，即係欄杆位攔住咗，不過起碼起眼啦，門面闊。好啦，各位買家，平時旺市嘅時候咧，呢啲位真係冇得賣啊，冇得賣，咁所以就4750萬唔貴唔平啦，唉，我都唔識點講，5分啦，咁嗰個5分位啦，咁啊市值啦，我感覺有錢買唔到呢啲位。好，各位買家，各位買家。